大小星讯息，来自卯宿星、天狼星、仙女座和其他地方的帮助。你们好，我们是大角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大家联系，我们非常兴奋地为你们提供这些传讯。我们可以感觉到你们中有多少人真的在吸收这些传讯中所包含的能量、密码以及所有未言表的信息。你们在破译、辨别和下载所有即将到来的东西方面做得非常好，我们为此祝贺你们，因为在信息像商品一样的时代，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你们在那里要用五种感官以外的东西来决定什么是适合你们的，决定你们愿意和谁一起度过你们的时间。你们正在使用你们仍在发展中的感官来创造你们的实相，而正是这些感官又将帮助你们以新的和奇妙的方式体验那些创造。你们报名去站在地球上的前沿，去比一般人吸收更多的东西。你们知道通过这样做，你们会觉得有必要分享你们有能力吸收和同化的东西。我们看到你们中越来越多的人一直在这样做，由于你们这些处于前沿的人，我们对人类非常乐观。当你们团结一致时，你们比数百万没有团结在一起的人要强大得多，但重要的是你们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能力，并相信你们实际上是团结一致的。你们在你们的脉轮中对齐，你们与源头是一致的，你们与你们的意图保持一致。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我们观察你们所有觉醒的人，我们知道你们在那里为你们的人类同胞做着最大份额的工作，我们知道你们正在把人类的集体意识带到新的水平、新的高度。你们中的许多人知道你们内在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分享，然而你们不知道如何去分享。告诉宇宙，你们已经准备好承担更多的引领者角色，以及向周围传播更多的能量，然后看看宇宙是如何为你们带来那些人和那些机会来做这些事情的。当你们决定要提供服务时，你们身边有这么多的帮手。继续做出这样的选择，继续向宇宙宣告，继续关注能供你们使用的东西。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通过我们和通过我们的传讯，因为从卯宿星团、仙女座、天琴座、天狼星、仙后座所有主要的恒星系统，以及所有非物质存有和集体那里，还有许许多多的助力在向你们而来。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你们去敞开并吸收。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去分享、去帮助、去疗愈那些与你们一起在地球上分享这段美丽旅程的人。我们是大角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联系。